Hello， 各位观众们，欢迎收看 Officer CK 的影片。今天这影片呢，是来介绍一辆 Lamborghini Aventador 最新的这一辆车子。但是呢，你看一下，今天我们的 Franklin 朋友呢，将会是成为竟然没有穿鞋子 ，Oh my God！ 然后呢，帽子不懂戴什么，怎么戴这个帽子的？你以为你是去滑板是吗，老板？怎么穿到这样没有穿鞋子啊？戴这种滑板帽，不要紧。但是最重要就是有一辆很漂亮很豪华的这一辆 Lamborghini Aventador LP750-4SV， 介绍给大家看吧。这一辆呢，就是 Lamborghini Aventador LP750-4SV Spec 的。这辆车子在2016年出产，来自于意大利的国家。这辆车子呢，它的那个价钱呢，在欧币的话呢 ，Europe 的价钱呢，大概是超越高达44万，也就是如果换去美金的话呢，将会是50万美金一辆。然后这辆车真的是非常快，它的那些 spec 啊，所有的那些速度啊，你们可以去到这个网站调查一下，我把它的网址放在最底下了 ，OK。OK， 好了，所以现在我们将会使用这一辆车啊，去到一个就是修理车的地方、安装车的地方。我们要加它的引擎啊，它的 transmitter， 所有的 engine 东西全部要给它 boost up 起来，加 turbo 进去里面。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等下来把这辆车做一个测试一下，看它有多么的硬，有多么的快，有多么的强。OK。来 ，Let's go， 我们去找那一个所谓人家讲的那个修车的地方，可以安装车的地方啊，然后有 workshop，OK，、okay, 还就靠到近那个路程多的地方吧。来，我们就 skip 过去吧。So 现在那个 workshop 呢，就差不多要到达了，就在我们的这个左手边这边 ，OK， 可以啊，我们往进去里面，它就在我们的右手边这边啦 ，OK。啊，对啊，就这里面啊，应该是还开着的吧 ？Benny's 啊 ，Benny 漏了 ，Benny 漏了啊 ，Benny 漏，你好啊，这个就是你的你开店的地方是吗？这么恰好他是 Benny 哦，所以这个地方是我找他来修车的地方了啦啊，所以 Benny 漏你要算便宜一点啊，不要算这么贵啊。OK， 来，我们下去看他的引擎先 ，check 一下 engine。OK，increase horsepower。Increase horsepower 好像不能够按啊，不要紧，我们去 engine 先，看一下引擎。喂，哦，已经是 level 4了 ，I see。OK， 它已经是最强的了。啊，这样子的话我就不用安装了啦。下到 plate number， 等一下啊，license plate 要来这么摸嘞？啊，我换这个 extra license plate 要不要理它啦 ？OK， wheels， 这个是它的那个轮胎的那一个铁。Bulletproof tire, OK， 子弹射不进了，很好。Yellow color 不要了。Stock tire, OK， 这个我换去 Gold 啊，我要 Gold color， 2000块给完哦，很有钱，超有钱的。灯光呢，我就放去 Backlight 不用了，这个 Backlight 不用了。Stock light, Backlight， 奇怪，
哦，有颜色 ，OK， 我选一个比较好的颜色，颜色就选这一个，这一个，嗯，等下我看一下啊 ，Electric Blue Light 应该是很不错，我喜欢 ，Neon Color， 这个是车底下的那些灯，这个人当然是要 Blue Color 了啦 ，OK， 然后还有这个 Front and Back and 全部都要有到完，那灯全部都有到完 ，OK，Ammo、okay, 最强的 Ammo 很硬很硬的子弹射不进，嚯嚯，等下我们来试看到底有没有玩警枪啊，警方啊那个武力性的，看一下还有多么的硬啊。OK， 我要警察的 horn。OK， 警察的 horn。然后 LP performance 这个我选这个铁啦，这个啊 ，OK 好，这个铁是不错。Suspension 低一点啦，最后了。OK， 梅洛这边是很有很多 discount， 不用怕啦。然后 double OK 好，可以。Windows 窗口的话就选青的 pure black， 哎 ，dark smoke OK， dark smoke OK。然后就这样子啦，我们可以出去外面了。All right. 现在呢，我们就要开始利用这一辆 Lamborghini Aventador LP750 4SV 的这辆车子来做一个测试，看它们有多么的硬，多么的强啊！啊，当然，我刚才那个穿着已经是很不好穿着，所以我换衣服了啊，我换衣了，我换去我一个背心，我没有尝试给你们看，等下你们改我晒赢了之后，你们就会看到我就下车了。现在我放武力星 Five Star OK。所以警察应该会过来先，我先开枪向那一个直升机开枪先，有没有直升机过来？快点，直升机过来，我现在开枪喽！快点，呜呼，耶！直升机 ，OK， 直升机来了，直升机来了，直升机来了，快点，快点，快点，把它射死一个人！快快快快！啊 ，OK， 我觉得我们可以离开现场了 ，Let's go！ 开始哦，开始哦，开始哦，现在我们开始跑啊！希望我们可以跑到这一个地点，就是这一个圆圈的地点。OK， 谁如果跑到这边的话呢，就证明这辆车真的是很有力。OK，OK，、okay? okay. 先跑先。哦，可以跑得很快，跑得很快。哦哟，小心。OK， 哦哟，闪，警察闪。哦 ，shit， 哦，哦哟，哇 ，suspension 很好，很稳，车子不会飞 ，very good， 我喜欢。OK， 好，加油。Okay, 慢慢来，慢慢来，加油 ，OK。哇，shit， 失控，哦 ，shit， 哦，哦，翻车了，不要紧，利用这个 GTA 5的不实际的不实际的拯救方法，把车子翻回过来。OK， 加油，我可以抓到的 ，OK， 小心，哦，危险危险，闪，有本事，尽量的闪。加我、哦，车子很多，乌鸦闪到 ，Oh shit no， 乌鸦哦，哇，我的车真的是不会飞的哦，真的是很好，很硬哦，底下那个杯车打得很好，哇，不愧 Benny Lo 开的那个修理车店就是修理车店啊 ，Benny Lo 就是 Benny Lo， 我 gang 啊，OK 飞 ，Oh shit no，OK、okay, 可以来加油 ，Oh shit no， 哦 ，Oh shit， 不可以失控了。OK， 暂时我轮胎前面还可以行驶，所以呢车子还是 OK， 还没问题，加油！有一些子弹呢是射进我的车里，哇，那警察真是死得很惨，那警察一这样撞过去，他身体真是断了。OK， 脆，但是我他身体脆弱，但是我的车还没有脆。Yes， 快点冲！子弹是有办法射得进，因为玻璃嘛，对不对？玻璃应该是爆了，我应该是没有放那个 bulletproof 玻璃啦。OK。因为这辆车好像是没有那个那个 feature 可以放那个镜子，是防弹镜啊，应该是没有办法。哦，快点，等下哟，好危险啊、哦！哎呀，这个死摩托啊！快点，前面的那个车子已经烂了很多哦。哇，这么贵的车子，居然让我这样子来测试，我跟你讲哦，哎呦，50万美金的车嘞，开玩笑哦，真的是。
很贵耶。哇 ，shit no， 哦哦哦哦哦，哇哇哇哇哇，过力过力过力，完了。哇，很难跑，很难跑，残了残了残了，被卡住了被卡住了。哇，前面车子被卡住了，哇厉害，哎呀，卡住我。哦 shit， 不可以跑了，不要紧，退后，还是有办法的。哇，好多警察在后面。啊，这边有空洞，走吧。Yeah！ 掉时空，掉时空，差不多要到达地点了，快点加油，我们可以做到的。Yeah， baby， come on。OK， 加油。哇 shit， no no， 哎呀，不要挡着我的车了啦 ，please 啊，走开，走开，不要挡着我的车。One，OK，、okay, good， 很好，加油。哇，我后面那个右手边的那个车灯都已经爆了。Oh no no， 哎 shit。OK， 还控制得了，还控制得，哎呀，又失控啦！快快快快快 ！OK， 哦哟，哎好，加油加油，快点！很快就冲到200多 kilometer per hour 啊，很快啊，250多啊，刚才应该有超过300吧，我觉得。哦，先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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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危险危险危险，很危险！哇哇哇！哎呀，哎 shit， what the fuck？ 我是否 ？Oh no！我忘记绑这个安全带呀、啊、，shit 啦、啊！我不会怪这辆车，我要怪我自己的失误，因为我没有绑安全带 ，shit！ 然后 ，all right， 没有关系 ，OK。所以今天这辆 Lamborghini 的车呢，就已经测试了 ，OK， 非常酷，很强，很顶。但是因为我个人的失误，没有绑到了安全带。好的，没有关系。So， 记得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帮我分享，记得在左手边按下订阅，右边按下赞。我们在下个影片再见，拜拜，谢谢你们。